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单元。美食男，哎呀，我们两个等的就是这一天了。这像话吗？男生有什么好介绍了？五位一起走，五位出来走一走，然后随便选一选就下课。这就是标准的酸葡萄心态。今天的美食男很中性，这个跟我很接近的。我也是属于梦幻美食男的一种。梦幻美食男整形前。这个要中性 look， 就是看起来很中性的。艺能界有哪一些？王力宏啊 ，Homeboy， 还有他长得好美哦，很美。龙泽秀明，男生要长得美不容易耶。龙泽秀明，对呀对呀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龙泽秀明，有啦有啦，你就龙泽秀明，你龙子失明嘞，拜托。温顺的双眼皮。黄义达。邱泽，黄义达，还有邱泽也是，还有我们的阿凯，还有他，下次我们选长得最像动物的男生，你来好了，太多了，很可爱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是中性 look 的，梦幻美型男传奇。中性风在时尚界掀起了一股流行风潮，这是一种男装女性化、女装男性化，彻底打破性别差异的流行趋势。所以男生穿裙子或女生穿西装衬衫的中性打扮早就见怪不怪了。而在这股中性风潮的影响之下，也产生了都会美型男，也就是媒体所指的第四性。他们的特色是，无论从脸蛋或身材，都拥有阴阳融合、颠覆传统男人的致命要素。放眼演艺圈中，美型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像是在台湾以《蔷薇之恋》一戏而声名大噪的郑元畅，在戏中以雌雄同体的形象深植人心；而唇红齿白的奶油小生失忆男，创作歌手黄义达，清秀的外貌都令女生赞叹不已。在外国，则有足球金童贝克汉，日本当红偶像龙泽秀明，拥有俊俏中带着阴柔的味道，他们都是都会美型男的代表人物哦。今天我猜人不可貌相单元中，我们请来五位梦幻美型男，现在就请电视机前的大家来猜猜看，究竟谁美的令恐龙妹也汗颜了呢？哦，厉害了，总共来了五位，到底哪一位才是我们几个恐龙妹，就是长得有一点恐怖的女生呢，他们心目中的美型男呢，能够让这些恐怖的女生也动心的。对，好，你的标准是张了。第一位，苏俊成，一起看看他的照片。照片。啊，很女的啊，宪哥，你那个很不诚恳哎。不是，因为看到帅哥会哇这样嘛。我觉得很像那个。高中生的基本款的女生，我有看到她的头发有那个稍微留得蛮长的，对不对？还有耳环，其实还蛮 man 的。看看她本人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一起来欢迎苏俊成出场。欢迎，就苏俊成，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。哇，这女生呢，很好看。比女生更爱美的梦幻美型男，洗澡要一个小时，大概就是一直照镜子，一直。请问你都照哪一个部位？他是喜欢 man 的感觉，所以他把镜子摆在地上，然后照胸部，让自己感觉有胸毛的。有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一起来欢迎苏俊成出场。欢迎。就苏俊成，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。哇，这女生啊，好看。Come on！ 哇，走高哎。苏俊成会擦指甲油，而且呢有整柜的衣服还有鞋子，平常洗澡要洗1个小时。不错的，你好视觉系哦。对啊，我们台湾真是面面观，有没有？有很多样的人马都在这边，有没有？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，苏俊成会擦指甲油啊，所以这是你平常的装扮喽。大概。你好日系哦，他的手好美哦。手是被门夹到的。对，淤血，好修长你的手，欧青，你好像弹钢琴的手哦，好美的手，哎呀，这女的十指紧扣哎，这不像话的，用万里长城他也爬过去啊，你们误会我了，我是要试试看他的肤质好不好，这是现代孟姜女啊，哎，有整衣柜。有整柜子的衣服跟鞋子，衣柜的习惯。整柜子的衣服，不是木工，衣服洗澡要1个小时，大概都一直照镜子。
一直你，请问你都撞哪一个部位？胸部以上。胸部以下。以上。以上啦，吓我一大跳。你太心花怒放。你也知道他是喜欢 man 的感觉，所以他把镜子摆在地上，然后照胸部，让自己感觉有胸毛这样。有真的有真的有。真的有真的有。你不要把你平常在加速的事讲出来好不好？但是你头发留的真的非常长。你胸毛都卷的呢，毛剪哎，羽毛剪。用麦克风讲话，有有有，真的有人断线跟你讲。有没有人说你像？有没有人说你像 Tolo？ 有，有一点，有点像。那我想要问一下，你在洗澡的时候，那个我不是想要问洗澡，我是意思说，先洗。你会做什么样的保养？就洗一个小时能洗什么？我都洗五分钟。对，十五分钟啊。五分钟。五分钟啊。哎，我洗五分钟加洗脸十分钟。你只是水开再把它关起来就出来了。没有啊，就是。没有弄出泡沫以后，全身有泡沫我就安心了，就可以冲掉啊。恐怖，长相清秀，每次都反串，演过美人鱼公主，还穿小可爱上场。嗯，是不是女同学帮你装扮的？对对，她还带到腰的长发的。那你会乐在其中吗？刚开始会啊，可是到真的表演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白痴。是哦，那问一个重点好了。接这个戏这样。对，我帮阿雅问好，你有没有女朋友？哎，有。有就有，你起来摇摆唱。你是卖国有啊？赔啊？怎么赔啊？你有？有，一定是有来，有来的。他没有来，不过他说如果说没有，你是心虚的，你们不会问问题。嗯，有几个女朋友？嘿，七个。你回去一下子说出实话。你回去看。交往多久？快半年。你会不会因为就是常被男生误认为女生，会被别人误认为女生，所以要把自己表现得比较 man 一点？我觉得他一定念什么家政系啦，或者什么那一种。你念什么科系？刺绣。呼吸治疗。什么 ？Excuse me。呼吸治疗 ，RT， 阿 T 师。呼吸治疗，所以是医学院的学生。那是医学院的嘞。啊，对。好酷哦！那你可以当护士。应该不算，应该不算。不会啦，其实我觉得你还算 man 的，而且声音。啊，真的、啊、都刻意压低，刻意压低。那你可不可以出一个高的声音说：“大家好，大家好。”还会破声。你喜欢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好妙啊、欸！其实有些男生穿粉红色很帅，对啊，对啊，床单、地板都是粉红色，手机还贴上小爱心，是吗？我看，那你不要告诉我你女朋友是喜欢黑色，天哪，是你自己爱贴的吗？好 girl， 两排，后面还有蝴蝶结，还有暴力熊，那个用莲花纸摆一个很 man 的 pose，man 的一二三，梦幻美型男。帅帅帅，谢谢。好，面休息一下。好有型哦，好高。其实会不会觉得有点宅宅的味道？有没有？啊，不同型啊，可是真的很像日本女生呢。这样看，还有一位哈，一起来看看我们第二一位他的照片，张志伟。哎呦，李小龙战士啊，眼睛好大，不是是日本的感觉哈。这个算帅，怎么会像李小龙？好，一起来看看我们张志伟，欢迎。张志伟，18岁，177公分，57公斤。哎呦，好瘦，好瘦，天哪，也太白了吧，皮肤好好。啊，来来来，直接走个台步 ，Go！ 天哪，好瘦啊！张志伟非常注意自己的发型，出门要花半个小时抓头发哦。哎，厉害厉害。他真的还蛮全红齿白的，好厉害！来来，跟大家说一下。你拿得住这个麦克风吗？可以，有点重哦。哦，声音蛮 man 的。来来，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。大家好。哎哎，不错，但是你太单薄了一点。我吃不胖，吃怎么会这么瘦？你喝猪油，喝猪油吃的胖。喝猪油干嘛？吃猪油拌饭吃的胖。哎，各位看这个声音就知道身体有没有强健。来吧。你敲自己敲那么用力，你应该快要吐血了吧，信哥？啊，他有反应。啊，他什么反应？啊，肿起来。啊，好粉红哦！不要理他。他有一点很特别的，不长胡子。18岁，你有汗毛，只是没有。可能是因为他发育比较晚吧？是吗？18岁啊。胸毛呢？都没有。再往下。有，肚子有长毛。有腿有没有腿毛？肚子没有毛，腿应该没腿毛吧？手都没毛。
你的腿也太粉红色了吧？阿姨，阿姨你在干什么？阿姨，好酷，这个腿好粉红哦，这怎么卖啊？这个阿姨，她的腿好漂亮，好漂亮哦。你要不要考虑除毛，然后当那个脚模特？不要，腿很漂亮，但是她很重视美白哦。不到海边不晒太阳，会如果万一必要上街的时候会擦防晒油，也不去海边做任何日光浴有关的东西，是吗？对，因为我蛮怕晒黑的。为什么？一般男生不是觉得要黑才 man 吗？你不介意人家说你像女生吗？如果皮肤白，我没擦吧。你看看我都跟他的比较起来有没有？哇哇，宪哥好黑哦，简直是菲律宾人。很 man 的嘛。开玩笑，我很 man 的嘛。那么女朋友啊、哦？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你手张开啊，手啊，来，阿姨。哇，好修长的手啊！哎，你的皮肤也好好哦。哎，你皮肤怎么那么黄啊？对啊，我是黄种人呢、啊。不是，你是黄脸婆。我是龙的传人。不是啊，你不是龙的传人，你是恐龙的传人。呀，好，听说呢，喝醉酒的时候声音会变同音。对，怎么变？我喝醉了呢，就很嗲这样子。怎么试试看呢？我喝醉，你也喝醉。嗯，喝醉啊！你干嘛喝醉？你也人妖啊你？你喝醉好恶心。因为我喝醉了。嗯，我也喝醉了。而且他除了变童音之外，他还会发烧。真的吗？就是还会打电话乱撒娇，不是那个发烧了，是叫哎呦发烧那样子。真的吗？会打电话给谁？嗯。还会打给我妈？嗯，跟人家讲话，先请不要乱打。你不要这样子嘛！给人家送披萨嘛，我们这里是19啊，给人家送披萨嘛。我真的是19，我想看你继续演哦。19是不是叫 one night？ 跟人家 one night stand 嘛？有没有点被他吓到？没有，没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或女生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男生呢、啊？嗯，其实谈得来都蛮喜欢的吧。说外形吗？嗯，男生其实不拘哎，女生就可爱吧，大方。哦 ，Oh my god， 不是我吗？施文斌这样，你会考虑跟他做比较久的一个交往吗？没问题。哎，怎么样？你啊，昨晚没意见，没意见，没意见的。他很会打电玩哦，相约一起打电玩。张马倩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一些女孩？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一些。哪一个男生不喜欢她这么可爱？没有，可是她偏偏很另类，她喜欢像不错，不错，不是啦，是说她喜欢。哎，她啊，她，哎，她有意见，来来，耳朵旁边。哦，她喜欢你的翻译。怎么啊？啊哦，他问说那翻译是不是有拍过《贞子》这部电影？你看，一直低头，真的很像耶。哎，但是咒怨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宪哥，其实很多小男生啊，都蛮另类的。怎么说？因为他很喜欢。喜欢跑去哪了？他喜欢那个模仿小女生六连拍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讲这个？你不能开我一个头，然后接下来不是他看到下一页了。我也是觉得，为什么你要边讲啊？边讲他的时候边换手卡，明明是在同一个。你是张志伟？干什么？他是张善伟啦。18岁，我们给他来一个。我看错了。你是不是长期在横店？对，你有知道？六连拍来一个，预备，我喊一二三四啊，预备，六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啊，六怎么样？就是通常女生看起来拍贴就是脸很正常，是，但她们姿势都会很走样，很怪。哈、啊，怎么说呢？这是你观察的工作经验吗？一边切，一边切。再来一次。怎么样？它是有便秘的。教我们这个动作怎么样做？一边切。其实我每次要拍照，我也会这样，就
忍不住，对不对？是太怪了，真是。谢谢张志伟，谢谢。来，旁边休息啊。不用摆 pose。你好可爱哦，好不好？再来送上第三一位，看看彭俊杰的照片哟。唇红齿白，哎呦！你哪里看到牙齿了？唇红齿白，你变态啊你！以我的观察，我在他的齿很白，我还哎，步步高升。形容词只会那一句啊，哇，童颜鹤发，嗯，长得是龙飞凤舞啊，高大英俊。对的，看起来是满门齐昌啊。结果出来的是右上角那一位，只有一半，一起来看看他本人，才17岁，哎，他好高哦，俊杰，欢迎彭俊杰，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分，这么高啊，哎，是啊，最细皮嫩肉的梦幻美型男。曾经有怪杯杯啊，说给他钱，然后叫带他回家。他说你的手很细。有那么细，我摸摸看，很滑，对不对？彭俊杰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斤，这么高啊！哎，是啊，可爱啊！17岁了，走台步，哎呦，真的是还蛮中性的耶，美型男，怎么那么有和你小子的味道？而且很有 model 的感觉，有点和你小子的哈 ，model， 可是他有 muscle。有啊，没有，人家才17岁，还在长。帮我把回忆成，你是不是唇红齿白？是啦，对呀，好可爱哦。我刚刚就猜到了。好，那我考你一个，唇红齿白在哪一首歌里面曾经出现过？谁会知道啊？戏凤里面有。戏凤。扮皇帝。完了要唱。你唇红齿白追上光，谢谢。看起来不像唐明皇，做一个太监倒想当。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？大到皇帝胡子长，谁没见？你最近是不是有中年危机啊？更年期，更年期。谁没见过这话？哎，碰碰啊，你唔通安尼啦，聊聊聊聊聊聊聊群，聊群，碰碰碰碰碰碰，好了，让可爱的小男生唱歌嘛。你这样像马倩，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你马倩，你吃白唇。好了，访问人家。很讨厌人家摸他的脸，为什么？哎 ，miss 可以一下。人家出来，你连台步都不叫他走，走过了，走过了，对害我也忘记了，神经病的吗？拍谁拍谁？我们今天是怎么样？七类男生头都昏了。你是多少年没见过男人啊？啊，像话吗？古井情深了啊，长四处是哪里啊？不好意思，吓死了，哎哎。听说都会用那个化妆水保养皮肤，还有会去角质。那这么，对对，就是怕长痘痘嘛，就去一下角质，然后化妆水拍一拍。从几岁开始？高二。高二不就是现在吗？现在高三。哦。就从去年嘛。对。收集冷笑话，讲一个给我们听听看，一个就好。完了，我真气，我今天没有。没关系，没有，帮我。有一个火柴嘛，火柴。然后有一天他头就很痒，就抓一抓就烧死了。啊！还不错，你讲你讲，不错还不错。他曾经有怪杯杯啊，说给他钱，然后叫带他回家。就那时候就会捞金鱼嘛，就个老头出来就摸你的手，就说哎你手漂亮啊，然后说要不要回家请你抽烟喝酒，说不用不用，就说哎捞金鱼嘛，那我给你钱捞，就掏出钱然后就帮我付钱这样。啊，要带你回家？他说你的手很细。对，就这样摸。我试试看。怎么样摸？哎，真的很细耶。喂，不是不是，你摸摸看。哎哎呦，真的很细耶。哎呦。婴儿的屁股的那种，有那么细？我摸摸看，很滑，对不对？很细哦。那我要看看。哎，他喜欢漂亮但会扮丑的女生，他的梦中情人是？好吗？哎呀，阿雅跟小 S。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？他说他喜欢漂亮但
样会扮丑的，漂亮。但你现在看到我本人觉得还 OK， 你分不出人跟鬼吗？像这个是人啊。阿雅越来越美了。很有味道，再讲啊，我就飞上天了。哟，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？觉得很搞笑，对，自然，很自然。所以你都有在准时收看我们节目就对了。有，大自然嘛。想不想要房子？姐姐买给你。好，没有，包养啊，这么没用，你看看。包了像话嘛？来来，现场要表演一下舞蹈啊，那舞还跳得真好。听说是芭蕾，个子高跳舞是最难看的。要 jazz。Come some up the music. Ah, Jess. Oh, 洪俊杰 S Z Z 叫做 Jess S Yeah. 怎样？现在你们相信我讲的话了吧？哎呦，他只有17岁，各位。太可爱了！哎呦，这个是团体舞吧？哎呦，哇！百老汇的味道，最后还来这么一下，我们吓一跳。姐姐给你个建议，不是，千万不要驼背。对对对，不要个子高是不用可耻啊，它不是一件耻辱的事。不要驼背，挺胸，男生挺胸最帅。啊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这是我们3号，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。再来是我们第4位，欢迎我们简浩正的照片。欢迎，看一下照片。啊哦，好无辜的眼睛哦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一起看看他本人好不好？好，很无辜的眼睛。他才22岁，欢迎简浩正。长得都好像。欢迎简浩正，22岁，168公分，56公斤。哎呦，好日本人的感觉哦。来来来，直接走一个台步了，唐三妈不能没有在。很日本哎，简浩正他的家族遗传的关系，皮肤非常的好，连洗面乳都不会用。哎呦，有点像贾静雯的弟弟嘛，有没有？卫斯理，卫斯理嘛，对不对？传奇。哎，跟他 say hello， 跟他 say hello。正常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哎，你好你好，你叫简浩正是吧？对。家族遗传，你说连洗面乳都不用？就我们家皮肤都还不错。真的吗？我看看。那我看一下。你怎么拿那么夸张啊？还没摸就摔了，好滑哦。听说曾经有苍蝇在你脸上跌倒的经验。应该还蛮长的吧？嗯，不错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很会睡觉，最高纪录22小时。对，就有一次就去夜唱，然后唱到早上，然后直接去上课，上完就下午5、6点，然后回去用一些事情，回家就10点了，然后想说很累就睡一下，然后睡起来以后就看起，怎么还是晚上？然后一看才知道已经隔天晚上8点了啊！然后就翘了一整天，那等于是过世了一样。哎，他还会喜欢恶搞，会到那个便利商店吃5元的中餐，还有到麦当劳玩不谷拳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有那种活动，他都会去试试看。譬如说大侠爱吃汉堡包，那你一定会去念。对对对对，你会，你可那你可不可以教我玩一下不谷拳？不谷拳，家姐姐玩一下啦。来来，玩一下玩一下，就是那蔡依林，然后他就是不谷生菜烤蜘蛛，不谷生菜烤蜘蛛。然后你就走到那个帮你点餐的那个同仁面前，你就跟他玩我就去柜台，然后我就其实他有一个转盘，其实都不用玩，只是我说我要跟你玩这样子，然后他就傻眼了，然后我说我要玩，他说好，然后我就不如生菜烤蜘蛛，不如然后给他收布，然后说耶，我赢了，我要给外卖全家餐，谢谢。听你这么说，我才知道我离素食店真的很远。唯一一次有接触还是吵架。因为停门口，他现在这里不能停车，干嘛不能停车？真的很丢脸呢，你写一个 M 字头的，我以为是 motel， 对不起。奇怪 ，motel 还不让人家停车，很怪，那才在卖单。那便利商店有5元的中餐啊，什么意思？其实应该算6元吧，就是有那个科学面啊，还有统一面，然后就是。然后那个超商不是会有热水嘛，然后就去还先故意问说，哎，你们有没有统一面啊？然后他就说有，然后买了以后啊，就说，哎，那个观众组的碗可以给我吧？然后说，好好好。然后我说热水也可以用吧？然后就说，好好好。然后就当场泡给他看，吃给他看，吃完后就谢喽，然后就走了。你还可以再多加5块，因为你爱多。
杨秀现在留盆了，真的假的？对。哦，因为他真的是很可爱，他有自己这种生活的小趣味。你也太节俭了吧？所以他对生活是很细节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就玩这些有的。然后能够节俭，这样也还不错，因为还用那个甜不辣的汤，有没有？然后铺舀一些屑屑呀，有那个有那豆腐干的屑屑，你都把它舀到碗里。不错，这样好，这样来，好男人，好男人，摆一个 pose， 来一。二三，梦幻美型男耶！跟我去吃科学面哦，谢谢。休息一下啦，再来是我们的最后一位，欢迎我们的谢明晃的照片，来看一下。哇塞，这小饼吧？哎呦，什么小饼？是嘎豆之类的，好不好？哎，札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他自己还取了个名字，札幌，很日本系的，有没有看到？一起来欢迎我们的谢明晃，欢迎谢明晃。16公斤。哎哎，哎呦，最另类的梦幻美型男。你有没有以前被人家认成女生过？以前大学时候有。哎哎哎，那Prada出新款，还不错，那个颜色，哎呦，极色的。吴宗宪，不要娘娘腔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讲一下娘娘腔啊。娘娘腔有大肚子的吗？那么长。我肚子哪里大？而且还踢罩杯。欢迎谢明晃，23岁178公分，66公斤。哎哎，哎呦哎，哇！本人更好看。直接走台步，来来来来，又。谢明晃他会研究美容的知识，只用温水洗脸，从来不用洗面乳。哎呦，厉害厉害。谢明晃178公分，23岁，研究美容知识，只用温水洗脸，从来不用洗面乳，是吗？是啊，有效果吗？2年前有效果，后来呢？后来因为现在念日校晒太阳没效果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是我觉得你如果把头发留长啊，应该会蛮像女生的。你有没有以前被人家认成女生过？以前白的时候有。白的时候，很白的时候。你以前有多白啊？以前就很白。有二号这么白吗？然后他真的很白，是叫四个就聊开了。哎，后面聊得太开心了，美型男现在在互相交朋友。聊有麦在，哎，你用什么化妆品？怎么没白啊？为什么我怎么晒都会黑的？那个 Prada 出新款，还不错，那个颜色，哎呦，极色的。吴宗宪，不要娘娘腔好不好？哦，我们讲一下娘娘腔啊。娘娘腔有大肚子的吗？那么长。我肚子哪里大？而且还 B 罩杯哦，各位 ，B 罩杯，你摸摸我的肚子好不好？立文在，你敢说我大肚子？蛮大的啊！哎，像话吗？你们，买长相中性，曾被同性追求啊？怎么有啊？就是之前去看一个人演唱会啊，然后。他们里面有一个经纪人，就是找我去当 model， 然后结果后来就是很多那种明星来的话，他就会带我去接触那艺人，是。然后后来就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跟我告白就对了，就是告白，就是说像你这种男生应该很多小男生喜欢你，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那种东西。哪种东西啊？你不，你应该讲清楚，他怎么会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喜欢那种我也有的东西。后来有交过女朋友吗？有几个？有6个哇！现在有吗？有。同学校的，同学校的。不是、啊，他会不会在意你看起来有一点，就是说比较中性这样，会不会在意？我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不跟你女朋友聊天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互相了解。常被老板叫小姐。哦，对啊，就那时候比较好，就经常他走过来，然后说：“就是、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哎，谢谢，这是我名片，跟你握个手。”今天晚上我走在东区首都前，看到。那么很怕蜘蛛。看到蜘蛛会呆住，然后叫朋友来打他，甚至到戏院里面去把蜘蛛人的海报撕下来。没有这个，我真没有。好好，很怕，这么怕蜘蛛啊？小时候看到蜘蛛吓到，就很大只，那也会害怕高个子跳舞了。
哦咦哦哦哦，你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？没有没有啊，那么他说他很会模仿郭富城啊，很会，真的吗？那没关系，等一下才艺就让他模仿郭富城。不是，等一下不就现在了吗？你等谁啊？我就现在是吧？好啊，来啊，那我们就模仿郭富城，你不要模仿错呢，模仿这一出来。我同朱棣，那是郭金发，不一样，差很多。林立文最爱的霸掌，试试看，来郭富城一个七。哎呦，真的还有音乐哈！月藏在雨里，泪水在眼底。哎呀，好像啊！不知该往哪里去。哎呦，太可爱了！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，不停疯狂找寻你。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我也不知道那么多无奈，可不可以都重来？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，还是该勇敢留下来？这个算不错。你在模仿的过程当中，曾经有人说你像过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很紧张。不要紧张啦，害羞了。对啊，这个感觉还算是不错的。有没有？来来，也对我们镜头摆个 pose 好吧？预备，起！梦幻美心男，哇，可爱！好，来来来，欢迎他们五位一起到前面来，直接来音乐一起走台过来，欢迎一号哟。22岁，180公分，62公斤，有一整柜的衣服和鞋子。2号的张志伟，18岁，177公分，57公斤。3号彭俊杰，17岁，185公分，65公斤。再来是我们4号。4号的简浩正，22岁，168公分，56公斤。再来是我们第5号。5号谢明矿，23岁，178公分，66公斤。热情掌声欢迎他们。五位一起，有帅哥走台步。我觉得美型男好像都要很瘦。对啊，今天来的恭喜3比8，而且很会站37步，都好瘦。以上这五位梦幻美型男，究竟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赶快来猜一猜看吧。好，来，这苏文斌选择的是，在恐龙妹的心目中，为什么 ？Why？ 谁是梦幻美型？感觉吧，哦，感觉你最喜欢，感觉比较有型，厉害，哎，香马倩，倩妹，一号 ，Number One， 你好，慢打油，我喜欢这种的脸，哦，这种脸、啊，还有一壶也我喜欢，哦，了解，哎，他俩，几，5号啊，对，5号，好，比较亲切感觉，亲切啊，对啊，是。亲切，哎，立文，3号，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干干净净的，可爱的。哦，了解。来泼猴，3号，三号，为什么？因为3号跟我一样可爱。哎，真的蛮可爱的。啊，不错。好，那么大家特别注意到，我们今天评选的标准就是啊，他们啊，每一位要接受啊，他们这个算是一些女生来评判了。对。哎，但是在评判之前，我们要给他们一个男子汉大变身。男子汉大变身。啊哦，天哪，像流浪汉。好像他是布牛仔。2号张志伟也来了。哎呦，像卖人丹的吧？3号，冯俊杰，还蛮适合的。哎，这是你中年的时候的样子。来来是4号，简浩正，日本人来了。5号，谢明煌。
这个连眉毛都变粗了，为什么你要贴那么多？对啊，啊，了解了解，是是，哎，五位其实都很可爱，哎，他好适合当那种食品的代言人。一号很像 boss 哎，不然一号这种感觉有没有？像一个教舞的，他正好像是拍武侠片会有那种小日本的这个年法有没有？中间有一匹啊，厉害。其实你这个应该改变一下，我觉得不太适合，我帮你改一下。哎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不对称，这样不对称。不会，这样有他的帅的感觉吧？这样。来宾猜测结果，三号跟五号都得到两票，究竟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别急，广告过后马上告诉你。以上这五位，哪一位才是恐龙妹心目中的最爱呢？我们赶快来看答案揭晓吧。哈哈哈！大家好，我是夏雨乔。今天呢，由我来担任我猜的外景主持。而我们今天主题到底是什么呢？我只能说制作单位对我真的太好了，因为今天的主题就是美型男，从漫画里面跳出来的美型男，让女生羡慕死的美型男。但是我们今天的评审呢？今天的评审团是由一群对自己外表超没自信的恐龙妹，在制作单位的长时间寻找和劝说之下，他们终于愿意以不露脸的方式来担任评审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看一号美型男。我帮你扯下来好了。一、二、三。看来帅气的一号马上就让这群恐龙妹个个心花怒放了。接下来再来看一看他们对二号的反应又是如何呢？一、二、三。帅不帅？哇哦！评审团的反应真是激烈，不用以真面目示人的他们今天都豁出去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些美型男的第一印象如何吧。依你们第一直觉，你们喜欢一号的举手。那二号的呢？哇，有点差别待遇哦。好，三号的。那四号的。一二三四五，五号的。哎，非常明显哦，二号跟五号似乎非常的竞争。但美型男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同时，又状况发生了。那很奇怪耶，我访问完五位帅哥之后，这些女生在干嘛？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的，还戴着头套在讨论，去瞧瞧好了，有问题。这群恐龙妹到底在打美型男什么主意呢？巧巧，你快点帮我们问一问吧。我出道了。他们说啊，有帅气的外表是不行的，因为还要有内在，要有体力，要有muscle。没错，今天的评审团特别严格，他们一致认为，虽然对这五位美型男的外貌都很满意，但是男人不能只靠一张脸吃饭，所以恐龙妹们提出了残酷的男子汉大考验。你要怎么考验他们？除了帅之外，当然还有肩膀啊。我们今天呢，叫他们扛着我们做浮力挺身。你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哇，非常有自信的说没有自信。没关系，我们来试试看就知道你到底行不行，好不好？来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恐龙妹见机不可失，马上扑向美型男宽阔的肩膀。只是一号美型男呐，你的表情有点令人失望哦，才做了两下就不行了，看来平常还要多多锻炼身体才是哦。因为你太重了。是，我让你使唤他，你跟他讲趴下吧，大声一点，趴下。一回生二回熟，胆子越来越大的恐龙妹这回毫不留情，一屁股差点把我们的二号美型男给坐垮了。想不到外表瘦弱的二号还真不是省油的灯呢，苦撑着做完了五下伏地挺身，真是了不起。紧接着三号跟四号也陆续接受这个惨无人道的考验了，虽然心不甘情不愿，但是还是达到了恐龙妹们的要求。而人气颇旺的五号又能做几下呢？看我们的第五号了，有没有自信？有。哇，帅的嘞！你平常有在运动对不对？打篮球。所以有那些 muscle 啊，男人那种 muscle。咦？哎，起来啊 ！Hello，Hello， 我睡着了。原来是打肿脸充胖子啊！看来五号原本超人气的支持度马上陷入了大危机喽。男子汉大考。
考验的第二关，就是要让恐龙妹们狠狠地甩掉这些美型男，满足一下他们的虚荣心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为什么？求你不要走，可以吗？不要。拜托了，不要走。好，你留下来。停！什么东西啊？怎么他一说求你，你就立刻你就说好了呢？因为我看到他眼神，我就受不了了。太意外了，想不到恐龙妹无法抗拒美型男的苦苦哀求，看来第二关的考验是无法继续下去喽，大失败。男子汉大考验第三关，恐怖箱，顾名思义就是要测试这些美型男是否有过人的胆量喽。等等。这个呢，就是要考验我们的男生会不会吓得花容失色。来看一号，来，你平常最害怕的是什么东西？我妈。你妈？我想我们制作单位无法把你妈放在恐怖箱里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看里面放的是什么。一、二、三。听到那么多尖叫的声音，你知道了吧？可怕。来，勇敢的把手放下去吧。要告诉我们你摸到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体力欠佳的一号胆子好像很大哟。我觉得今天五位男生中，看起来最胆小的是二号。怕不怕？不怕。真的？既然那么不怕，我们就直接掀开来看看吧。仔细喽！怕？怕？哎呀，我觉得好恶心哦！你自己摸。这个我真的也会怕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猜不出来，再继续摸啊。好胆小的女生哦，看你那么胆小，像个女孩子一样。来，我先看给你看哦。噔噔噔。哎，这位先生，你要退去哪里啊？不就是海参，软软的海参啊。二号表现得太夸张了，知道有人垫底的三号突然间勇敢了许多，一把就猜出箱内的东西了。不过还是有胆子小的人想混水摸鱼。我说四号美型男呐，你也太混了吧，你根本就没有摸到嘛。平常你觉得平常当中你怕摸到硬的还是软的还是什么触感的东西？什么触感让你觉得刺刺的？刺刺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是不是刺刺的东西。一二三，哈。哎呀，好刺哦，好恶哦！这是刺猬吗？怎么这么刺？你要手放下去摸啊！哎呀，好恶心哦！哎呀，哎呀！巧巧，你也太调皮喽！事前就吓得我们五号美型男花容失色，这样下去，咱们五号的情况会越来越不乐观的。经过这么多的严苛考验，不知道我们的女孩们选定她们心目中的美男子了没有？问问看吧。来，小声告诉我，你想选几号？二号。二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美。他很美，那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吗？他如果追求我的话，我愿意放弃所有追求我的人。啊？放弃所有追求你的人？我有没有听错啊？应该是放弃你所有现在正在追求的人吧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有自信是好的。来来来，问你一下，你喜欢哪一号？五号。五号？啊？就不要问了，我要赶快去摸他一把。想不到害羞的五号依然有死忠的 fans。我们制作单位非常用心，为各位女孩子们呢准备了这个可爱的吻。这吻有自己的名字哦，它叫做如花之吻。秀出你们的如花之吻吧！现在就让你们投出心目中最想要、最完美的美型男，冲啊！投票开始喽！到底哪一位美型男是恐龙妹的最爱呢？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待会儿告诉你。投票开始了，不怕别人认出来的恐龙妹们，个个卯足了全力，不顾形象的狂吃这些美型男的豆腐。不过这位同学，你的行为也太大胆了吧！投票结果：一号四票，二号六票，三号四票，四号三票，五号三票。答案揭晓！噔噔噔噔噔！再
次谢谢他们热情给他们掌声鼓励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今天请出的特别来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，我们希望他们的唱片都能够大卖，好不好？是，也可以大卖，不错。再次谢谢大家，咱们下周同一时继续回答我们的我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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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猜猜 Thank you， 拜拜，我们下回 Thank you。